是萧玉清，大家都叫她米卡，台大社会所二年级的研究生，正和伙伴杨纯明到咖啡店收集店家不要的咖啡渣。谢谢。因为我们用的堆肥方式是用咖啡渣跟厨余去做的堆肥，那因为咖啡渣在我们学校这附近有非常非常多，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废物利用啊，就是因为一般都会被当成垃圾，那我们如果拿来做堆肥的话，它就变成说可以再被利用。这两年米卡在台大校园的屋顶上正在推行一项家家酒的计划，它需要土，需要菜，更需要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温暖。谢谢，谢谢。一个礼拜好不好？一个礼拜啊。对啊。我们菜种出来，再跟你分享。好，你以后你要给我分享，就都送你。我觉得土地或是土壤它有一个很神奇的力量，比较不是那么对抗性的，它是一个很亲近性的，很连结性的，那它也是比较贴近日常生活。今天要种大陆妹，这个是拔叶莴苣吗？拔叶莴苣还有牛奶白菜。那我们就把后面那边还有几盆，就是已经拌过那个堆肥的盆子，把它种满。好。对，然后等一下不要种太密，然后看中间要不要先就是顺便扦插一些香草作物，因为今天天气也还蛮适合做扦插的。都会区的土地空间越来越小，大楼的屋顶反而闲置。米卡因为一堂社会经济组织创新与设计的课程，决定和同学改造自家社会系的屋顶，取名叫家家酒。家家酒其实是人字旁的家嘛，因为我们是关心以人为本的家，那家跟家不是社区跟社区之间是有连结，所以叫家家。那酒的话，就是希望是永久、永续的意思。那它同时在那个字形上面，它其实是两个人组成。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最关心的就是人，不要单一作物。对啊，不要单一作物，不然它虫害来的时候就会很快就蔓延开来。60坪大小的水泥建筑，空荡荡的屋顶，要怎么蹦出人跟人之间的火花呢？米卡想着先来种菜吧，但是种什么菜，要怎么种，完全没种过菜的米卡伤足了脑筋。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是不大了解土的特性，然后也不大了解说它植物生长的温度大概是怎么样。番茄的话，它水分没有需要到非常多，对，它一般来说是三天浇一次，但是我们就一天浇三次，导致它就是越种越小，越种越小，然后慢慢的就消失不见这样子。哎，简简，这我刚刚浇过了啦，你看太湿了。那换另外一盆啊。没有，你这样它那个根会泡在水里面烂掉。会怎么样？就是你手插下去看它下面的水，因为你看可能这表面是干的嘛，可是下面其实都是湿的。对啊，所以这个土就还是有水分，这样子它根会比较努力的往外延伸，这样。好，为了学种菜啊，米卡翻遍所有农艺资料，跟着菜苗商认识各式青菜。最重要的是如何让排水不好的屋顶没有漏水的疑虑。因为像我们使用的这个盆器，它其实是架高的，那我们浇水下去的时候，它其实漏出来的水不会比一次下毛毛雨的水还要多，所以甚至太阳一晒它立刻就蒸散掉了，所以不会有漏水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们去收集一些就是回收的桶子，然后我们当初是想要做雨水收集，因为其实如果在屋顶的话可以做雨水收集是一个很资源利用的方式啊。现在社会系大楼的屋顶，灰色的水泥地画上了缤纷的色彩，小番茄、草莓、奶油莴苣等30多种作物正努力的成长。所以这次黄豆渣是你们今天拿的吗？对。
们之前还有拿过早餐店的鸡蛋壳，还有他们泡红茶的红茶包。结果效果嘞？差不多。对。但蛋壳比较难分解。对。蛋壳、咖啡渣、黄豆渣都是用来做堆肥的。家家酒的开心农场也是无毒无农药的友善耕作。然后我们做的这个堆肥就是容易分解跟不容易分解的，大概一半一半，一层咖啡渣一层厨余，一层咖啡渣一层厨余。尽量要让它保持透气，所以我们可能一个礼拜就会翻动它一次，让它里面的细菌就是跑来跑去，那会加速分解的速度。你看它冒烟了。这个就是发酵过程中会有温度，味道冒烟，那温度到几度？温度，比较好的状况就是会到六七十度，那现在可能四五十度差不多。做好的堆肥经过几天的高温发酵后，最后回到室温的温度，就可以拿去种菜了。它不仅是让我去回忆到小时候，摸土的那个经验，它其实是会让我知道说，其实种菜是一件蛮不容易的事情。它如果是更大规模，然后种在土地表上面的时候，它是多么辛苦。那我觉得会让我更知道说，原来农业它是多么不容易。所以想要再把走到现在是三格嘛，大概90公分，然后我们缩到剩两格，就是有一些好像是两格，有一些是三格。对，就是一组的中间是两格，然后组跟组之间是三格。妮卡的开心农场布置在台大校园屋顶，她正积极地走入社区各个角落。做小学生的食农教育，因为可能从小做起的这个部分会改变比较多，那不只是小朋友本身，也扩及到他的家人或是他的社区，甚至他的老师，那慢慢可以形成一个影响力在国小的这个食农教育的部分。上礼拜种的东西好看，到底有没有长出来？真的，而且听说爱心妈妈他们已经就整过之前种过的地，那我们就看看可以用的地方吧。利用课余的时间，米卡和家家酒的学弟妹来到了武功国小。老师，这就是甘蔗的地方吧？这块是原来爱心家长种的甘蔗。哦，好像那种豆子的。对对，它干掉之后，它的种子就在里面一颗一颗。然后我们就可以留这个种去，就是之后再播种。有蝴蝶幼虫表示这块土地是，就是这个植物是比较没有毒的，他们比较愿意来，应该可以养他们，然后观察他们的生长的状态。对啊，然后也可以看他们就是化蛹，然后羽化成蝴蝶的样子。如果说能够让小朋友啊，他从小有这个机会，他去认识到说，哦，我原来我们吃的食物或是我们使用的东西啊，都是怎么来的，或者它的过程是怎么样产生的，那让它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甚至内化成它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行为。武功国小原本就有一块小菜园，提供给社区的爱心妈妈跟小朋友种菜。米卡看见这样的好地方，决定在这里进行一场食农教育活动。其实没有想到他们会为这个社区做一个这样食农教育的这样课程，而且他们为了这个课程，其实他们有走过附近的几个像街道，他们想要知道说，哎，这社区里面有什么资源是可以搭在食农教育里面。像他们现在每天都有派学生来，就是寻他们现在试种的植物的状况。现在是我们这个整锅地瓜的，没有，这条不是。这条是整过的地瓜吧？里面有地瓜，都一个都没有长出来。想要就是在上课之前的一两个礼拜，也就是从这礼拜开始算，就先把小朋友要种的地，还有所有的地都整好。那小朋友来的时候，一样要翻土壳，就不会像我们从整个杂草的这边荒芜的样子开始。你想种什么？我想种好种的，让小朋友比较有成就感，因为小朋友这样比较有意愿。
陈其农是 Mika 的学妹，也是家家酒负责推广食农教育的小组长。这边有一个巧克力薄荷，还有这个是红凤菜，然后像这边这个是屋顶那边我从我的那组带过来的番茄，还有这个是红葱头。其农他的参与非常非常的深，因为他是从一开始我们在办一个我们屋顶农园的脑力激荡派对的时候他就有出现，那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就一路的跟我们到现在。过来好了，你们都常常这样利用这样课余的时间过来啊，这样对你们课业会不会很累啊？还好啊，算是一种调剂。对，而且在实作里面比较知道就是学的东西可以怎么样放在真实的场域去操作，真的觉得有那种薪火相传的感觉，就是从因为一方面刚好也是从屋顶上带过来，在一方面就是也是从我们这些大朋友去教小朋友，所以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很期待。所以下两个礼拜就要开课喽。土地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时候我们在屋顶的时候，不知道米卡有没有讲过，那时候我们那群学生都不太熟，可是一上去屋顶上就是然后组装那些盆器，然后还要开始放土要混土的时候，哇，大家都变成非常的就是讲话都很温柔啊，讲话都非常的友善啊，大家就很快就开始聊天了。对啊，就这堂课就认识很多这样的人，而且发现大家对土都很多认识，就觉得我们好顺，是蝴蝶的幼虫，真的好多。我也不知道。那哪一个最可爱？你刚刚学姐讲了。哇，好可爱，还蛮可爱的。我差点撞到他了。学姐们觉得很厉害，就是从一开始从什么都没有，然后慢慢就在屋顶上就开辟一片农园，然后课程在慢慢进行过程中，就是很希望说可以将这样子都市农作的这个概念可以跟小学开始，好，小学就延伸到他的家庭、他的爸爸妈妈以及甚至他的邻居等等，那就可以在整个社区扩展。因为我是学社会学的，我很希望这个东西不只是在都市里面再另辟一个很高生产力、很有经济价值的屋顶农园或是都市农园，我希望它会是一个都市里面的一个节点，那它可以同时改善这个为气候或是环境的这个部分，那它同时也改善就是周遭邻里关系、人际互动这个部分。那这边也是新手就种一下地瓜叶。对，地瓜也是插枝，就是也是剪一段插着就可以种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旁边我们有种什么，大家看认不认得出来？对，那是芦笋，我们这个已经收过几次芦笋了。星期四的早上，台北市景安里的活动中心屋顶上来了20多位社区居民，等着农艺小老师 Mika 帮他们上课。那这个就可以跟这个旧的土混在一起用。对对对，可以混在一起用，因为旧的土可能它种过一段时间就比较没有肥分，所以它也不会产生液体出来，通常不是会产生液体。除非你让它淋到太多的雨。那如果你们是在家里用保丽龙箱做的话，你上面基本上是会盖住的，对，所以就不会有水的问题。景安里是家家酒第一个走出校园、深入社区的地方。来这里的婆婆妈妈、叔叔伯伯，虽然住在邻里，却互相不认识。是种菜让这群人热络了起来。这个好像不是菜呢，这不是菜，这不是菜，这好像这是一种香草植物吧？是不是？对啊。这个是锯齿莴苣啦，啊，锯齿莴苣。这个是有没有说吃了眼睛会？这个大陆妹了。那个就是叫做大陆妹，叫做那个菊苣啊。它最中心的韧叶就是拿来做生菜沙拉的。我是第二次，我们是第一次啊，当然很新奇。他们是我带来的。新手啊，是因为种菜才认识的。是。为什么啊？我们不是菜虫，我们是菜友，因为我们兴趣共同啊。反正在家里有时候就可以做一些检验，特别是有自己种菜的，好要监测一下你的用肥量。实际上我们硝酸盐的检验标准是4000，好，4000以下的话就是比较安全的。好，4000以上是毫克还是 ppm 还是？它这个是 ppm， 英语听就非常容易。
然后有时候是这个他们有施肥过量，或者是太早采收啊，等等这样的问题。也有关的，因为近年来食安问题连环爆，菜要怎么吃才安全？米卡开始推动一个菜市长的观念，由菜市长帮大家买到安心蔬菜。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大家一起跟菜来客，大家一起帮忙分菜啊，然后大家一起来拿菜啊，大家一起来，然后我们把这个费用降到最低，然后同时照顾台湾的环境，那这是我们大家可以做的嘛，对。一个社区都有一个菜市长，是不是？那我就希望说我们这社区有没有？那我那天就很幸运，我就刚好看到我们公布栏，看到我就很兴奋就来了，就这样。要把都市农园的概念带进社区，米卡还去上了社区规划师的课程，因而认识了陈元森，两个人志同道合，一起在景安里推动屋顶农园。一开始我们在做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也会不知道到底居民在哪里。那我们一开始就是透过里长去帮我们做一些宣传。那所以我们第一次开课的时候，其实当地的人来的很少，那很多可能是外面的人来的，因为其实这边算是一个资源很多，然后课程很多的一个社区，所以可能有些人还在观望，或是有些人对这个已经不足为奇。来的人稀稀疏疏的，那中间可能流失率又很高，所以到最后其实大家可能只剩下六成。可是我们就连续开了三期的班，就是每一期都在想办法说，那我们换个时间好了，说不定是这个时间人比较少。是去景安里采监，然后实际跟居民面对面宣传我们的农艺课程。然后今天就是还有一些花招，就是我可以那个。送菜苗，或是爆米可以送菜苗。然后我们今天的目标是要把这一点打完。好，好吧。我来种菜啊，送你菜苗啊。所以那时候就有很多人跟我们互动，然后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啊。大家说，很好，觉得哇，我们想好棒啊，终于有居民，然后一定会有很多人来，结果也还好。就是，可是那个过程是很开心的，接跟社区居民互动的那个经验是。很宝贵的，就算他们没有来，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他们对于种菜这件事情的想法，或是他们对这种屋顶另类的使用方法的一些看法。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认识居民或是认识这个社区一个很重要的方式。这个薄荷呢，它是匍匐茎，所以它通常会就是比较贴近地面的这样长，对，所以斜插而且也会比较稳，那风不会一直吹，它根比较会长得好。好玩好玩哦！怎样好玩？啊，就有成就感。我种了香菜、茄子、番茄、辣椒、韭菜、空心菜。对对，那你要给它一点间距，因为它会长成一丛这样子。一丛啊！苏美，这个算因为你这个就那个就不要。历经辛苦的奔走和上课，景安里也自组了一个农艺班，每个人认养六个箱子，一起把屋顶变美丽。就是因为现在其实三月春天初期而已啊，所以还可以种一些就是叶菜啊，或是莴苣类的，它其实虫害是比较少。那我们也可以种一些就是已经比较可以转春夏，就是像青江菜，那这个就是紫色青江菜，就很有兴趣啊。结果后来在网络上看到啊，他们在招那个啊，我们就来上课了，超棒的。你看这个长那么大了嘞，我这已经在开花了。刚开始买是这么一点点的，现在长那么大。因为我觉得你种菜，你就把自己列为是大自然的一环嘛，你本来就是要接受大自然的定律，随着大自然怎么来，你怎么去解决这样。好，来一起来，好来，来上课的人很多都是比较像是退休的人员啊，或者是说比较有一点年纪的大哥大姐，那可能蹲下来种东西对他们来说是有一点负担。我们在社区会希望有一些是比较高架式的，或是可以像这样子坐下来去规划的，那这样对他们来说种植就会比较轻松一点。城市农夫很享福，种菜还可以坐椅子，没办法，那么享福
等一下再泡一杯咖啡来。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们在种植那个过程，其实可以感觉到最好宣传真的是靠就是我们来上课的学员，他一传十，十传百，这种朋友之间互相传递，会远胜过我们在网络上发几百通讯息，或是我们印多少传单，会来得更有效。大家开始会自己询问说，哎，谁家有快艇啊？我们可以去看，或是说哪里有好玩的，我们可以一起去。那这个感觉就很像是他真的是同学，然后不再只是社区居民，不再只是邻居，我们就是变成好朋友那种关系。哇，今天在做什么？你们要采收了？整理菜园。这里是在整理。对，这边整理。哎，李长。这个菜可以采收了嘞，今天有哪一个可以采收？要不要瓜菜？什么 A 菜啊、地瓜叶啊，都可以采收了。可是我那天来看的时候没有哎、还没有长得很漂亮哎。可以的了，你把那个棍子给它拿回去了。那个现在采完就去。这样可以让大家平常只有进出门打个招呼的时候，有一个另外一个空间可以让大家来凝聚。那有共同的性向的人可以一起来游玩也可以，然后也可以打发时间，然后又可以有自己的收成。对啊，串门。对，不同的串门子的方法，不用住在家里头去串客厅，要来屋顶串屋顶。近距离的食物安全又新鲜，好，已经有菜香出来了。安尼吃菜串门子好省哦。好玩呢。嗯。对啊。比较没有，就很香甜那个味道。就像说的，讲起来是什么？也可以来以菜联谊，对吧？好、哦，给你讲。下次成果展就用菜。对，好吃好吃。好吃啊、哦！好，看。并不是大家真的都很冷漠，或是大家真的不管事情，而是因为没有一个诱因或是一个共同的话题，可以促成大家可能可以去聊天，或是去分享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都市种菜这件事情刚好是一个大家可能都会有兴趣又很切身相关，那它刚好就可以变成一个共同的话题，那用这个东西去就是带动更多人。想象这边呢有一起的田，然后小朋友在那边种菜，然后可能妈妈早上经过的时候也会就是跟人家讲说这是什么什么菜，然后可能就会交流一下我以前有做过什么菜啊，然后这个可以做这些菜。A 菜有很多种，这个是叫做原叶 A 菜。爸爸妈妈那一代，或我小时候，我的爸爸妈妈或者我跟我的邻居们一起的做的那些事情，我很希望再把那个感觉找回来。屋顶农园让城市的天空有了缤纷的色彩，土壤的连结让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有了温度。家家酒的开心农场一步一步踏实了城市乌托邦的理想。